Hello， 大家好。前几天有寄了 EDM 还有简讯给大家，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有很有力、很和乐，对，很和乐品牌周。那今天就请 Emily 来帮我们介绍，就是很有力跟很和乐这两个品牌周呢，我们有什么活动？我们12月26号到1月5号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有一个特力屋跟和乐的一个品牌庆。那在特力屋和乐的部分的话，我们只要购买和乐行的商品，我们就可以得到非常棒的满额赠。在就是他们的实体门市，全省的实体门市，只要去那边的话，就有满3000送300的折价券。然后另外我们还有非常棒的满额赠。满25000就送2000块，或是你可以选一口瓶或体重机。另外就是品牌礼券可以3选1，这个都可以让大家自己选择。品牌礼券是由 Dyson、Honeywell 还有 Lorastar。大家最近不知道有没有被我们的熨斗洗到？我有被洗到。你想买吗？我想买，因为那个那个品牌真的是介绍起来我真的觉得很厉害，而且就是可以帮助家里做一些杀菌，然后去很方便，还可以做一些熨烫的动作。对对啊，就有这三个可以选。那还有其实很容易耶，25000，基本上买一个 Dyson 的商品就可以拿到一个就是满额赠了，再凑一件小小的东西就可以拿一个满额赠。那满50000呢，送一个保暖垫啦，保暖垫挂烫机，挂烫机比较方便，比较属于随手型。它长得有点像吹风机，对，然后小小台的这样，就大概这个大小。那这个两个市价的话，大概加起来6000块左右。对，然后另外一样可以有品牌礼券3选1，一样 Dyson、Honeywell 跟 Lorastar 的礼券可以去做选择。满80000就是有 Oster 咖啡机，或者是这个刚这边搭的用的一个清净机，它车上也是一个非常多脏空气的地方，请大家除了家里面，车上也要用干净的空气是非常重要。所以你满80000块呢，2选1。在这一场的活动呢，我们一样有加买一个 Whole Dyson 的扫地机器人，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非常想要的。除了大家想买 Dyson 的吸尘器之外，会想要得到一个扫地机器人。只要在我们的特力和乐的门市呢购买主机的部分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参加这个抽奖的活动。对，超棒的。主机是指像吸尘器，对，然后配件跟滤网这个就没有在计算了。对，我们就是基本上就可以让你参加抽奖的活动。只要买就可以抽吗？对，只要有没有限要买多少钱？没有，主机、就是、主机如果只有1000块，然后你又不小心抽中的话，代表你真的非常就是人品爆发。主机还有什么其他的商品吗？主机的话，像 Dyson 的话，我们有我们最厉害的 Dyson 的 V11 的吸尘器，然后还有 Dyson 的最新的 HP06 的清净机，这个是可以去甲醛的。那另外的话，我们还有其他的商品，可能像 Style 的商品，最有名的 Lorastar， 然后还有像我们的 Honeywell 的清净机，还有我们的百灵、Oral-B 等等的品牌。对，只要是恒隆行的品牌都可以参加这次的活动，就是现场有贩售的主机的商品。对，真的很棒哎！那希望大家就是要除旧布新的同时，也不要忘了去特力屋跟 HOLA 逛逛哦。拜拜。拜拜。